见赛后记者会，那想先请许哥谈一下这场比赛。就是，然后叫国王现在非常的强嘛，那昨天也看到他们打了非常好的一场比赛，当然回去就有做功课了，然后最重要是在防守端上面让他们第四节只得14分，那上半场被投进了10个3分，中场特别进去有跟球队说，如果要逆转，因为我们当时落后10分进去，想要逆转就势必在三分线上对位不能让他们投得那么舒服，那他们大部分都是。之前刚刚打过这么多场，都是三分线的出手比两分来的多，所以好像没有因为我们的这样防守而减少他的出手次数，那只好让他出手并不是那么舒服，这在防守端。那进攻端上面，当然小鼎的付出对我们帮助很大。今天第四节一开始有没有让他休息？他主动说我体力可以 ，OK， 你继续把他放在上面就换不下来。那看到7个助攻，好，我比较不看得分了，因为利亚得分就是这样，他很喜欢助攻的队友。然后他这个点的三后付出对我们的确是相当大的一个帮助，谢谢。那请你又谈一下就上一付出，然后在第四节还蛮多跟以前的中华队队友文成啊自己的配合，然后改变了整个战局这场比赛。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防守吧。那上半场三分落太多嘛，中场进去10分，第三节打完8分。那其实第四节大家在沟通上我觉得做得很好，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，那我们以后的防守都要照今天第四节的这样子，这个态度、这个积极度、这个沟通一直延续下去吧。那进攻我们一直就是，其实不强求什么，就是看对方给我们什么选择，我们就去做什么选择，这样。等一下，媒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问吗？问一下鼎哥，因为昨天才刚是本季第一场比赛，也是打6分钟，那今天其实就打了快38分钟。体能上觉得 OK 吗？你的状况 OK 啊，其实前几场虽然都没打，但是其实还是都有跟着在训练的，所以其实体能上没有太大问题了。那我们记者想要发问吗？有吗？发问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谢谢。